有印象吗，木木？有点印象，并不陌生。是发生过什么吗？看，好可爱！他怎么穿得那么正式？是要参加什么仪式吗？是啊。是什么仪式？我当时也有参加吗？正是因为你，才会有那个仪式。这个不是我拍戏时候的照片吗？怎么有跟你的同框？照片 P 的也太差了吧，不会是你 P 的吧？木木，那天你也是这个反应。就在这里，这里就是我跟你求婚的地方。求婚？那天我告诉你说，我很遗憾，你的过去我没办法参与，所以我想用这些照片来弥补你。我告诉你，我愿意陪你看日落星辰，愿意陪你一起慢慢变老。我只希望你可以让我名正言顺地进入你的世界。当时你答应我了，你说你愿意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记得了。没关系的，还有下一个地方。我才可以真的释放，不在意你对我的怎样，才算是真的真的遗忘。可是你总是能够找到空档，带着寂寞和心酸来访。倔强，说好的绝情，却又变成了体谅。要多久我才可以真的释放？不在意你会过得怎样？不用刻意虚妄。我的一脚踹在我肚子上，那当时你就在这儿，我说你再这样子，我要打到木木，然后我就用力把他推开，我就拽着他往上走，当时力气太大了，又再打了，又打了我一下。然后好了，不要再打了。又打了，没事，我还能忍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是想起了什么了吗？我想起来一些。那想起来之后，我们去哪儿了吗？之后。对。之后我们就去民政局了呀。民政局。有印象吗？你拉我去的。我这么主动的吗？在去民政局的路上，你说我们之间的婚姻是一场阴谋，是我的阴谋，不过你不介意让我的阴谋得逞。没事了，不记得了，走吧，我带你去民政局，我再给你演一遍，说不定你就可以想起来的。不用了，我相信你。你说什么？
你说过，就算你把过去全部都忘记，也不会忘记我的。我怎么会在你失意的时候放弃你？就算现在，过去对于你，在你脑海中是一片空白，但是在那片空白之后，你的未来全部都有我陪着你，好吗？